兄，给你我的弓。怎么，在我们单吃连一张弓也没有吗？这张弓比平常的弓都要重，顾小五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，只怕连弓都拉不开。安文这是要故意为难小五，我去找他。哎，先别过去，你这么过去睡了大王颜面，顾小五肯定没好果子吃。大王，还是让顾兄用我的弓吧。您将铁弓赐给我吧。一个男人连一张弓都拿不起来，怎么娶我的外孙女？哎，中原的读书人，瞧你生的白净斯文，这不是你们中原的琴，是杀敌的弓箭。哎，瞧这个细皮嫩肉的书生，小心弓箭把你的皮划破了。好，开始吧。我输了。哎，贺师兄，我用了强弓才能发连环箭，如果用了你的弓肯定比你慢，况且如果说我胜了你，那才胜之不武呢。对对对，没有人输，贺师还是我们单吃第一勇士。爽快。中原人想要什么赏赐？王上，在这世上有什么比您的小公主更宝贵呢？
随我来。公主，让安武走，让大王跟顾兄单独聊聊。皇上，有什么事啊？阿翁在干什么呀？小五，小五，小公主，小公主，进去，表哥，别去，进去，等一会儿，爷爷自有他的安排啊。也许只是想再试试顾兄弟的武功，你先别担心啊。哎，阿翁，哎呀，不能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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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小五，哎呀，表哥，不用担心，表哥。皇上，杀我之前，要给我个理由，让我死得明白些。哼，我和顾家交手多年，五株连环剑我再熟悉不过。你是顾若慧什么人？单凭我会五株连环剑，就说我是顾家人，未免也太武断了吧。顾家的五株连环剑是家传绝学，绝不传外人。好，既然你说你不是顾家的人，那我就要替顾家收拾你这个偷师的小贼。我是顾家人。家人光明磊落，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一个连祖宗都不敢认的儿孙？看来顾家离灭门不远了。皇上有所不知，顾家在20年前被奸人所害，满门抄斩，株连九族。我为家臣所保，才离开上京，除了姓氏不改，其他身份都已隐去，做了个行走西京的茶商。皇上，你已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我毕竟是顾家的罪臣之后，要是让李超发现，怕是会连累丹池。皇上，我今天就离开丹池。老子怕李朝。顾小五，你杀死了白眼狼王，我的话也放了出去。你不想做我的孙女婿也不行。多谢皇上，我一定会隐藏好自己的身份，不会给丹池和小峰带来麻烦的。隐藏身份？顾家的仇你不想报了？我当……我和顾如慧是不共戴天的敌手，生死相依的朋友。顾小五，既然你是顾家的人，又回不去中原，干脆留在丹池和我一起打仗。李朝的狗皇上和奸臣们都该死，早晚有一天我们丹池会替你们国家报仇雪恨。小五，愿听皇上差遣。你叫我什么？阿翁。
小凤，过来。我铁达尔王宣布，英雄顾小五从今天开始就是我的孙女婿。Oh!